那像我个人这个特技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你不要滥用它嘛，你不要滥用它。像我们发现啊，国外有几个，他们常常在飞的，哎，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脸，对不对？有几个常在飞的都是这个脸，你不要滥用它嘛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是这个讯息很发达，哎，你这个做过一次啊，留个记录。就可以用很久，这个用很久有没有？哎，这个用很久有没有？那对我个人来讲，我可以透露一点没有关系，就是，当然每次做啊，绝对是冒险，每次做绝对是冒险。那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，这也是我自己功力啊。那我冒险，那我要怎么样维持我这个定力啊？就在悬崖上，哎，我这次是可以稳的，很有自信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自我自己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的本事 多透露一点没关系，哎，可能这个久久不做，哎，我就这个休息一下没关系，就像躺着，对不对？然后赖着念念书啊，就做一些 easy 的事情，easy 一点。可是下次要做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个气再提起来呀、啊，把这个。再紧张起来，intense，这个 intensity 啊，再把它抓回来，就这样子而已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做可能啊，就轻松一下。哎，要做，再把那个紧张度再提起来，对不对？我跟你透露了，这个心法就在这边了。不做就轻松，要做这个紧张度再提起来，对不对？啪，做一次，哇，又用了好几年，对不对？透露着可以听，没有关系啊。